下好不好？这个是不是他有钱？这是别的品牌的东西。真的，你拿两个来试一下，说出来，别的。我这里气量也大，对，还有中央软管技术。我们的脊梁都是看不到的。啊，对，煤炭用完调解调解器了，尽可能在马特别马克二十的，尽可能不要马克二十啊，马克二十七也不要用，要让盐水跑进里面去啊，很多人在。对吧？欧洲哪边就告诉我们拿一个干布吧，擦一擦，啊，按着然后放进里面放回去，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东西，这件东西你看过没有？这件东西看过没有？我告诉你这个很坚固吗？有多坚固了？我来看看好不好？嗯。看着下面，他个子高了。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了。站上去，站上去。那你们在家里为了怎么做？很危险的，对啊。你来看看，那这个就是极量啊。为什么我们是高效能调节器？为什么我们能做的多东西？为什么我们是世界第一发现？我们没有夸张，我们没有夸张，没有做很多史长的东西，来告诉哎呀什么模特用我们东西啊，对吧？没有，我们就用极量来取胜。然后说一下去，你说我们质量好，我们质量确实好。啊，那个很快。打起来不要打起来，但是我们直接好东西为什么打起来，对吧？还有市场怎么打上海呢，对不对？这不错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有，好不好？我也想看给他们。那第一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，我们可能在以后平日子会做。我们备用二头的中央软管，我们改颜色。变成黄色，容易看一点。现在很多品牌也这样做了，我们现在也准备这样做。已经可以，好不好？前面软盖可以换颜色，不错对吧？还有那些东西啊，现在虽然中央管黑颜色，我知道有一些套啊，可以不同颜色放在里面，跟配套的。这些做金属填水也好啊，做挡风喷水那一只，如果我们传统 S600 的，我们整个那一个是百分多少的，对吧？看到颜色就可以放在嘴里面了啊。现在不管买的这个换男的，这好，这个做金属水也好。